能到达的地方不是远方，心向往的地方，心之所向才是远方。这里是远方快递，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，我们都负责为你带来幸福的消息。要收听远方快递或者预约一对一线上服务，请透过微信公众号嚣张以及 Podcast 远方快递。我是萧博士，喜欢美食与红酒，曾在国内外大学教书。我这个人敏感细腻，洞察力强，往往一针见血，擅长处理两性情感，帮助过很多女生走出情感困境，开启人生的新阶段。欢迎收听远方快递，萧博士负责帮你解决情感问题。先跟大家分享今天的主题，大龄女子如何脱单。现在大龄单身女似乎越来越多，很多人毕业之后投入工作，转眼之间就快30岁了，有的人甚至快接近40岁，但自己的终身大事竟然还没有着落。30岁以前并不是大龄年纪，而是女性最好的恋爱时光。在这个时期依然是青春美貌，生理上还处于最佳状态，心理上还是对爱情有一种美好幻想或是美好憧憬。这里所说的大龄单身女，主要是指30岁以上的女性。其实爱情婚姻是分层次的，主要可以分为生存、发展和享受三个级别，每升高一个等级，婚姻双方的幸福感就会大大提升。在生存这一级，人们主要注重的是车子、房子、银子这些基本生存所需的物质。当这些物质不能满足的时候，婚姻的幸福感其实会大打折扣。有句话说，贫贱夫妻百事哀，物质资源不充裕的夫妻，双方做什么事都会不顺心。在发展这一级，此时已经满足了物质需求，开始探寻夫妻之间精神共振、心灵依存，夫妻之间的心灵依赖会加深。在享受这一级，夫妻在心灵之上有了很深的默契，因为这段婚姻双方均能实现他们的人生价值，感悟到生命的真谛。大龄单身女一直单身未嫁的原因有很多，有的眼界很高，非高富帅不嫁，这样的单身也就不奇怪。有的因为以前的感情经历受过伤害，一直未能从阴影走出，以至于拒绝恋爱结婚。有的因为原生家庭父母婚姻的不幸福而产生恐惧心理，因此将追求者拒于千里之外。有的是因为自身的条件一直不太好，而且长期得不到改善，使得男人们敬而远之，这样也就单身下来了。还有的是因为经济或学业的原因，无暇顾及自己的终身大事，年复一年，转眼即奔向40岁。大龄单身女如何摆脱单身，需要对症下药，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，然后才能妥善地解决问题。解决这一切问题的前提是，单身女性要持续修养自己，这是一切的根本。另外，还需要明白一个道理，30岁以下的女人靠魅力征服男人，30岁以上的女人也需要靠魅力征服男人。追求男人永远不如吸引男人来得有效。眼界太高的女生需要放低择偶条件，至少需要放低硬性的要求，譬如长相、身高、存款或是豪宅等几乎不切实际的需求，立足于自身的状况，理性地看待自己的婚姻问题。但是对于一些软性的要求，
譬如品德、修养，则可以坚持。没有人是完美的，而且世间安得双全法？既想要高富帅，又想要有才华、有修养，怎么可能实现呢？纵然有，可人家为什么要选你？至于受过情感伤害的女生，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将这一种事情一直放在心上。不能因为受伤而一直伤心难过，走不出阴影，以至于因噎废食，这些都是不可取的，对自己对他人都是没有好处。试想一下，除了自己在那里难过，还有谁会替你难过？要认清一个事实，那就是自己所喜欢的人并不是一个两个，而是一种人。茫茫人海中，难道还找不到这样一种人吗？那些受过原生家庭伤害的女生，要完全摆脱这种阴影不太可能，它存在于潜意识里、血液里。这类的女生要了解这种心理阴影发生的机制，慢慢的在生命中去化解它。其中一个重要途径，就是要接纳一个爱你的人，或者你爱的人。不能因为原生之伤就一直逃避。你要知道，父母的婚姻破裂，不代表子女婚姻也会破裂。子女的人生不会是父母人生的翻版。只有这种抗争与化解的精神，才能走出原生之伤。自身条件较差的女生，首先要改变的就是自己，要从外在和内在两个方面改造自己，培养自己的视野与魅力。只有当自己具有吸引男人的魅力，才有可能告别单身。俗话说，没有丑女人，只有懒女人。女人除了在工作上花大把时间和精力，也要在自己的身上花上一点时间和精力，要能够投资自己，做自己的主人，把自己焕然一新，追求者自然就会到来。对于因为学业、经济无暇顾及终身大事的人来说，萧博士建议还是要挤出一点时间照顾一下自己的终身大事。毕竟一直醉心于求学赚钱，其实也是很乏味的。即使不选择嫁人，也要有稳定的男女关系，哪怕只是情人，这样更有利于生活的圆满和快乐。大龄单身女怎么样摆脱单身？其实每一类女性都有不同的方法，但归根究底，有一项是不能丢的，那就是女性独特的魅力。萧博士辅导过无数个案，有大量关于两性相处技巧、亲密关系的建议，以及提升情商的秘诀。目前团队正在规划萧博士讲授提升魅力七堂课，如果想彻头彻尾的改造自己，报名参加提升魅力七堂课。好了，这集的节目就到这里，远方快递很高兴为您服务。想要与萧博士有更多的情感交流，欢迎收听微信公众号萧张，或者 Podcast 远方快递。